我从今天开始要上德文课，没有想到我还要回到学校去上课。哎呦，我现在有点快要迟到了，所以我现在走非常的快，好喘哦，我的天哪，快点！上课第一天就找不到大门在哪里进去，我的天哪！我来去上网看。And I'm ignoring my phone, so don't try to reach me. I can't do nothing for you, so don't ask, I ain't coming through. Cause I'm running away to my own world, that's where I'll stay. When I just... 我下课了。哦，很久没那么早起床念书，蛮奇妙的。我这个课其实是移民局规定我要来上的，因为我是拿疫情签证来到德国，所以我现在的签证是好像就是比较短的吧，是短期签证，所以如果我之后想要换长期的话，我就必须要上完这个融合课。对，我这个课叫做融合课，就是让你可以快速融入德国生活的课程，所以主要是语言，之后好像还会上一些关于德国的文化、历史啊那类的东西，听说是这个样子，所以跟一般的那种语言学校有稍稍一点不一样，但主要还是语言。但我现在的课程等于是从头开始上，即便我之前已经考过了 A1 的考试，我现在还是从 A1 开始上课，所以现在目前还算是轻松，像是在复习我之前学的东西，还行还行，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我自从去年考完 A1 的考试之后，我就没有再念过德文了。来到德国之后主要还都是讲英文，然后跟我先生也通常不太会讲德文，出门的时候就顶多点个餐，所以平常真的很少用，而且我教学生又是讲英文，基本上都是忘光的状态，所以现在这样子从 A1 开始算是复习还不错。那我现在要赶快回家，等一下休息一下吃个午餐，我下午还要继续教学生，生活开始要变得更忙碌、更充实了。Do you miss me? Do you miss me? Hello. How was your day? How was your da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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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He looks like a paper recycle. He's very strange. And then, anything else? In this big box, it's only bubble tea. That's for waste of the space. 这个无咖啡因的咖啡很特别，它其实不是来自任何的咖啡豆，它是 It's a grain coffee with rye, chicory, barley, and figs. 这样不便宜的。Coffee is ready. Wow. It's flower or grass? Flower. Huh? Star where?
Hide it. Hide it. 好香哦。很奇妙，因为它就是所谓的没有咖啡的咖啡，但喝起来就是咖啡的味道，我觉得很特别。我们刚刚去做完了宝宝的全身健康检查，觉得现在心情非常的好，因为一切都非常的好。Dominic, how do you feel? 我们今天也知道宝宝的性别。Dominic 说，从他知道性别那一刻开始呢，他真的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真实，就觉得啊、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跟你说，他一照他的鼻子的时候，我就瞬间有一种感觉，那是 Dominic 的鼻子。即便我只看到黑与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You can't see that. You can't see it yet. I bet it's your nose. Let's see what they come. You dear, sweet delectable you. Here, you got me tingling like where on a Ferris wheel. 非常好，我刚刚才发现。我前面的录音都没有开。 Anyway, 这是我的第一件裤子，这件还 OK, 真的还蛮舒服的。有一点肚子了，看得到吗？还行，舒服，可以活动，喜欢这一件，这件好舒服哦，感觉就是蛮合身的，就不确定这样我之后肚子再变大的时候它会不会又撑不够，但感觉这弹性还不错。再来就是黑色，我觉得黑色就是个基本款，感觉就是一定要有一件黑色，因为比较好配衣服。You like my pregnancy pants? These ones quite comfortable, Dominic. I think you should try to do some yoga with them. See how it fits. I think it's good. I think it's like a tree. You can't try like this. You're a three-legged dog. Okay. Your way around my fear and alarm. So I gave it a whirl. 我试穿完了，我觉得非常的难决定。我蛮喜欢这件黑的，还有这件深红色。这两件目前现在穿起来是舒服的，但我觉得有点太算刚好吗？就是你实在不知道你肚子会长到多大，它到底会不会之后变得太撑，就是我这样之后还要再买大一个 size, 就不想要花钱再去买别的 size, 所以我就在思考需不需要换大一号，为之后肚子变大做准备，还是其实那个孕妇裤就是会继续往前撑这样啊。我觉得很难的，我觉得孕妇买裤子尤其是裤子是最难的，因为衣服你就穿宽宽松松就好了，但裤子我觉得裤子实在是，我本来一直以为我这个孕期应该不太会需要买到裤子或者是任何就是孕妇装之类的，因为我想说等到我肚子变大的时候大概也已经春天夏天可以开始穿漂亮的洋装， 就可以穿裙子就好，可以当仙女，但没有想到我现在就已经觉得肚子开始有一点崩了，然后现在德国又还没有很热，像德国大概是1-10度左右吧，所以非常的凉，就你一定要穿裤子啊，没办法穿裙子。我刚刚到了学校之后，那个楼下门打不开，然后我想说哦，我又被锁在外面了，所以我就传了讯息给同学说可以有人来帮我开门吗，结果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今天没有不用上课哦，不用上课，他说老师好像生病了，所以今天跟明天都不用上课，就当散步吧。Oops! Hello, I'm back, Dada, I'm back! I'm back, Dominique! My teacher is ill. And they say in the group chat I didn't read. So today and tomorrow I have no lesson! Yeah? Can I have a coffee, please? Yes, sure. The mommy is back! Mommy is back!
赚到了陪 Dominic 吃早餐的时间。Look at this small avocado. Yeah, Dominic 买了一整袋很小的 avocado， 还蛮好吃的哎。我通常早上八点就会起来，然后八点半就开始吃早餐。Dominic 在那段时间通常都还在床上弥留当中，所以我们平日现在目前就比较少会一起有机会吃到早餐，除非他早起。You never wanna pick up. Dadawa, have you a good time? You never wanna do the things that are inconvenient. 我现在要来做德文的复习，想说今天既然没上课，但还是可以利用一下平常上课的时间来念一下德文，毕竟德文真的是不容易，它需要记的东西不管是文法啊，还是词性都非常的复杂跟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他们的词性，他们词性有分阴性跟阳性，重点是这个阴性跟阳性是没有逻辑的，连老师自己都说没有逻辑，就是把它背下来。所以我去年其实在考 A1 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去背，因为我觉得花太多时间了，我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文法跟背单字，然后词性的部分我都是用猜的，然后都没都拿我没辙。我的逻辑是反正厨房用具大部分就女生在用的，所以我就大部分都猜女性，然后像电器用品啊电脑那类的我都猜阳性，就其实我猜的对的几率还算蛮高的，但还是应该把它背起来才对。然后再来就是文法，我觉得文法在德文上面真的比较复杂，然后跟英文也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卡住，就是完全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组装句子，所以想把它讲好真的需要下一点功夫。但我现在上了一两个礼拜的德文课，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德文就比较有一点感觉了。最开心的是我上个周末跟 Dominic 去找他的一个阿姨，我竟然可以跟那个阿姨有一些简单的对话，我讲的一些句子是还 OK 的，当面你说哦还不错哦，就觉得有上课有差，真的有差，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害怕一直听德文了哦。然后我好像还没有跟你们说，我这个融合课其实是应该要从现在开始上，然后上到明年的一月底，就是它总共有七个大纲的课程，上完之后最后是要考过 B1 的考试。那如果你考过那 B1 的考试呢，政府就会补助你整个一年的课程一半的学费，所以其实还不错，这个课程其实是比一般德文的语言学校都还要便宜。但我现在目前的计划是没有办法上完这七大纲的课，因为我之后要生小孩嘛，我的预产期是在七月底，那他每一个大纲的课程你都必须要上完，你不能在大纲的中间就是停课。我最多最多应该就是可以上完第二个大纲的课程。那当时我其实有想说这样子上是不是很没有效率，因为我上完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我就要休息，然后又没有上课，这样之后回来是不是又都忘光光了，所以就有一点点紧张。但我觉得先上其实还是好的，因为毕竟我现在去到妇产科啊或去到医院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其实还蛮紧张蛮可怕的。所以我现在如果可以对德文多一点的习惯跟学多一点的单字，我相信对我之后就是不管是去妇产科或者是去生小孩的时候都会比较的安心，比较没那么紧张。 Anyway 现在还是努力练习复习比较重要。 Starting on a new page feels better every time. Flip a simple's waking up next to you. These thoughts escape them. I got you tend to choose. Shouldn't be more than a year or two. Is it bad that I feel misunderstood? Or bad that I'm under you? I'm trapped beneath.做完运动洗个澡超舒服。我现在基本上每天
只要没有意外的话，我都会做一下孕妇瑜伽啊，或是皮拉提斯，或是一点健身的，就是让我的身体不断的保持有在活动的状态。但我必须要说，我虽然做了这么的勤劳，但我并没有觉得就是有变强壮一点。就我每一次做完都还是觉得，天哪，怎么这么辛苦，好累哦。但每一次做完都还是觉得身心舒畅，非常的舒服，虽然肌肉还是非常的没有觉得有长大的感觉，还是蛮辛苦的。但我读了很多的就是妇产科医师啊，或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都说孕妇还是要多动，因为你当你的身体不断在活动，所以血液循环会比较好，可能会减少一点水肿的状况。但总之运动总是对身体好的，对吧？那我等一下休息一下，我要来去睡午觉。我怀孕之后就非常的爱睡午觉，尤其是在我要教学生之前，我通常一定要去躺下。那我今天下午到晚上还有四个学生，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充饱电，所以我等一下要先来去睡个觉。Gosh, it's snowing. It's insane. Wow, unbelievable.今天竟然下雪。今天其实是3月31号，明天就4月1号了。我以为春天已经来了，怎么下雪啊？但蛮美的，但蛮美，这应该是我今年冬天看到最漂亮的一场雪。浩浩，你看这台车，这等一下要开车的人应该会很崩溃，要刮那个雪要刮很久。我今天连帽子都是跟 Dominic 借的，因为我之前那一顶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帽子，在上个月不小心弄丢了，哎呦，然后想说啊，反正冬天都要过了，不用急着买，就今天竟然下雪。我好像快要变成雪人了，雪超大的，我的天哪、啊！